开始上课哈，还请起立。今日，请坐。各位同亲，大家午安，真欢喜啦！因为我足感心大家，甲足钦佩大家来参加咱的金石会，因为有恁的参加，咱的成功更加有希望。大家家己鼓掌一下。我现在要甲大家报道今仔日的《自由时报》的报道。大家一直看到伊讲少事决策，一再犯错。这个是以前国安会的秘书长，就是咧管国安的啦。伊的看法，予咱本土台湾人是安怎？咱现在的流氓政府，伊完足清楚，我直直要走啊，所以伊才做出出卖台湾，要把所有的中国的人拢伫互你卖，伊阿伯啊，互恁歹处理。我的感觉是这个情形，因为咱也讲过，咱阿伯啊，咱执政了后，甲大学学费一定国家来支付，无要予咱人民来付，这是咱的政策，是安怎讲？咱的人民交税，咱也爱培养咱家己未来的公民对世界的竞争性。所以德国咱足钦佩，伊有几个人，德国人，伊好像伊只在美国也好，去啊做生意，德国政府都爱甲因的侨界较济开一个德国学校。Test. 是安怎？足有趣嘞！什么讲爱有排户条款啦、政府流氓政府一直咧跳票，甲中国的留学生来吃，一个人补助一个月生活费用，所以咱安尼本家己本土的国民都爱排户条款啦。中国留学生来吃，
敢有咧排付条款？所以要甲大家讲，咱啊七千一定啊，从出生甲读甲大学诶学费，一定国家来负担。所以，这拢要爱予大家知影。你看，这就是这就是什么现象？好，这今仔日的自由时报的报道，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咧甲大家报告啊，我拢爱有这个真相啦。所有真相拢爱提资料，予大家啊了解。即嘛，我过来啊提这个资料啊，予大家看了。这主要是啊，秘书长也讲过了，所以我特别甲这台啊记得见啊。这支是什么国旗啊？啊，这支是啥？啊，车轮牌嘛吼。啊，你看，啊，你啊，因为要有三军撤退，那个三军司令部撤退这个，因为我那。秘书长也讲过，但是我呢要阁强调一遍，我要甲大家讲，真济台独大佬甲咱讲，美国有甲咱斗三工无？啊，若美国无斗三工，咱哪有可能？讲叫伊个海军啊啊，海军、空军，还有陆军啊，司令部拢撤销，咱敢唔遐搞？这拢是啥物？美国斗三江的嘛？咱甲过了后，美国唔只安尼咧做啊，因为你都流亡嘛，刚刚。有讲过，流亡就不能就地合法。大家爱会记哩，必须听我讲过，啊，流亡就不能就地合法，啊，不能就地合法，因即马直直要拖啦，因咧用钱直直咧买啦，所以最近伫美国，因咧。讲拜托国会来支持这个台湾政策法案，这是啥？伊若想要看有法度啊，就地合法无啦？咱秘书长也讲过，你若是要就地合法，水门案件尼克森。伊若想要甲台湾好啥？中国嘛，想要台湾和中国，唔只系水门事件发生。啊，这拄啊，秘书长也讲过，我阁加强印象，咱一定遵照国际法、战争法。予你美国遮个啊国会拢会受到，因为要选举啊，多少拢会受到这些啊爱苛刻的影响啊，所以无法度，所以咱予你加在伫司法部
咱国营高等法院的判决，大家拢清楚嘛，对不对？所以啊，大家，咱大家爱有这个觉悟，咱安怎去一步一脚印，依照美国的指示来做就对啊。所以，咱伫遮三军啊，司令部过来，这个叫做地勤呐、啊，宪兵指挥部啦，啊，甲后备啊，司令部啦，拢裁撤，确定啊，接放新闻报道给大家看。咱即马来看三立。来这甲咱访问的报道，予大家搁较清楚一下。来，咱三立的报道。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采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黄道营，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啊，伫遮。伫遮要阁补充诶，就是啊，伫遮要阁补充诶，就是讲感谢三立咧甲咱报道，但是我甲你报一摆，无阁直直甲你报落去啦。希望三立阁直直甲咱报落去，但是伊遮毋对啦，伊头拄啊甲咱讲啥，自己制造的身份证啦。哦，迄唔对啦！来，咱过来看一下，伊只讲啊，民政府啊，自制身份证啦，啊，伊是不实的报道啦。我伫只甲世界本土台湾人讲，咱这是啊，美国合法、美国制造台湾政府。晶片的身份证啊，我这个所在要予大家了解，讲咱这个身份证伫美国会得用哩，也袂得用哩。我啊要放咱前一期的，请啊访问团来啊说明。啊，咱来看这个影片。好，啊，请好。即马，我要证明，
这张身份证确实有效，在美国，加拢去美国，咱反美团，吼，这是晶片呢，大家看好晶片哦，唔是一般的社团呐，干那 copy 一个讲一张要甲恁收100块啦，啊是凊彩做一个讲要300块啦、500块啦，迄拢无效啦。我要请咱高沙的主席也伊是牧师，牧师讲话袂使乌白讲啊。我本身是教授，我教授若袂使乌白讲啊，拢爱有证据，所以向世界宣布所有的本土台湾人拢赶紧来清一张，你要去美国足方便啦。好，安尼你甲你伫美国所用的经过的情形，甲咱的乡亲、甲咱的同心报告一下。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出非常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1=2，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暗仔，好，这都是真相，这个就是真相。骗不了，说我们是诈骗集团，说我们是办身份证诈财，那到美国去，这些去了回来都用了，我们请一个牧师来现身说法，所以要拜托大家回去赶快把这个信息告诉你的亲友，要进美国赶快来办这一张，以后会更方便，以后会更方便。
安尼大家有信心啊无啊？啊，感谢大家。啊，秘书长，啊，甲大家讲过啊，这张啊，就是要甲大家讲，因为国共已经和谈，啊，中国国民党可以回去你的家乡了啦。你从哪里来，就要回去哪里了。你要金门也可以，马祖也可以。那么，如果不去金门、马祖，美国都跟你安排好了，去哪里啊？就是平潭啊，福州附近啊，就是福建省的平潭。现在平潭岛在大建设，它就是要使流亡政府的这些难民，就是啊，他们不愿意、不认同台湾的，都可以到啊平潭岛里面去。因为不会，中共不会把你杀掉了，所以美国最讲人权，他的退路啊都跟你们安排好了，所以美国也接受我们啊跟他控告。美国当时说宾拉登就是诈骗啊，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有三个要件，第一个不是国家，第二个有武器，第三个在当地征兵。我们跟美国讲，你们所说的恐怖分子，那么流亡政府是不是恐怖分子？因为啊，当2004年10月25号，鲍威尔将军当时是国务院啊，国务卿，说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那。第一个，中华民国不是国家。第二个，又有武器怎么办？所以武器呢都要涂掉了啦。这些武器呢，刚刚纪德健啊，他因为他出钱买的啦，还那个旗子还飘在那边呢，要不然上面的旗子是什么？美国的旗子嘛，所以这个很清楚嘛，不能有武器，所以他也一直把武器这个号码啊，这个所说的国徽啊都去除了啊，大家再去想哈、哦、啊这些啊，我们再来看，还。裁撤了后勤部队跟宪兵司令部，那么这个也有影片，我要给影片给大家啊看，所以这个都是真相。好了，我们来放啊这一段的影片。不过同样要告别的还有联勤司令部以及精简裁并的青辅会、体委会。联勤两天前降下了联勤之旗，而且唱了联勤军歌，大家依依不舍，说这军徽上骆驼象征的钟情精神并不改变。
降旗，联勤司令部最后一天，联勤之歌这一天最后传唱，官兵难掩不舍。66年来，大家非常努力，永远牢记，我们永远以联勤的一份子为荣为傲。萧家石拿了骆驼赠画，联勤的军徽骆驼象征忠勤卓朴，尽管编制走入历史，但骆驼精神永远不变。尤其联勤走过66个年头，研发出军方许多创意装备，白饭、麻婆豆腐、调理包，提供野外求生特殊口粮，还有国军最新移动式厨房野战炊事车，蒸煮炒炸2个小时中可以做出4菜1汤1饭，重点是300人份。不止联勤司令部裁并，2012年底个别的政府机关还有体委会、青辅会面临整并。也特别的谢谢各位同志，包括说总统大家的帮忙，谢谢大家。末代主委陈以真交棒前还到国民党中常会报告，2012年底体委会、青辅会、联勤等机关完成阶段性任务，走入历史，兑现部会精简支票。TVBS新闻陈龙群、林尚平。宪兵司令部即将要并入陆军当中，但是在这当中呢，引起为傲的就是宪兵机车连也会被裁撤，但是引起了后备尖兵的不满，今天聚集在立法院要求国防部停止整个的裁撤动作。宪兵机车连往往是国庆阅兵最引人注目的队伍，不过在宪兵司令部裁并到陆军后，机车连裁撤，再也见不到宪兵机车队伍的英姿，这可引发国内后备宪兵不满。地军中以前是宪兵，三军的模范兵，社会的良民，你们嫌我太坏了，嫌我太坏，要把我们删掉，后面有很多好戏可以看，我台南官绝对发动50台移民车来咱国防部抗争，抗争到底。我不晓得是不是国防部长大概嫌马英九先生的票太多了，把这两个部队消灭掉，然后这些票从此以后不要投给马英九。就连宪兵出身的前立委刘文雄都质疑宪兵裁撤将危及元首安全，这可让国防部官员脸色铁青，因为国防部瘦身裁撤宪兵在内的3个司令部早已经箭在弦上。纳入地面部队整合后，仍可维持指挥与任务的功能整体性，固有的传统仍可维持，后线组织亦可延续不坠。官员再三保证宪兵裁撤不影响勤务，但是包括总统府卫戍以及元首身边安全都得靠宪兵，贸然裁撤引发的连锁效应，国防部得谨慎面对。东森新闻崔瑞忠家。很多家长跟这个少女非常关心的就是到底要不要去当兵呢？现在已经确定了，就是民国84年次以后的役男确定是可以不用再当兵了。那么国军呢将会从民国104年开始来实施全募兵制。那么根据了解呢，最后一年的征召日期是末拜的这个义务的兵役的，将会是在82年或是83年次来选择择一。也就是说82年次跟83年次的现在还不知道要不要当兵。那么81年次以前的这个役男，也就是说民国81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都是要需要接受征召服满一年的兵役。如果因为役男又要去就学或是刻意的延毕，还是需要服一年的替代役的。今天的军事话题，媒体报道，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日胆岛等群岛，为了要发展观光，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二胆岛等群岛，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撤军基本上来讲，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我们开放他，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而不是把军队撤掉。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从大二胆撤军，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立委说，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但大胆岛、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小岛的价值啊，其实不是在军事上，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他们晚上都不好睡，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会直接上岛，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
金门大胆岛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新唐人亚特电视陈文模成真台湾台北报道。好，虽然美国国防部长潘内塔曾经说过美日军事同盟关系，这并不代表美国同意日本的所有举动跟立场，但是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则是再次的重申日本有效控制钓鱼台。请看中天特派张国华来自华府的报道。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参院一场听证会上谈到钓鱼台争议时，不提日本的片面构岛行动，而是对中国大陆爆发的大规模反日示威表达关切。We are concerned, as you indicated, by recent demonstrations, and frankly, the potential for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o fray substantially in this environment. That is not in our strategic interest, and clearly would.Undermine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Asia Pacific as a whole. 坎贝尔强调日本对钓鱼台所谓的有效行政管辖，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台。We do not take a position on the ultimate sovereignty of these islands. We do acknowledge clearly through the process that you have set out, Senator, that Japan maintains.Effectiv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third, that as such, this falls clearly under Article 5 of the Security Treaty. 坎贝尔在谈到南海问题时表示，美国国务院8月3日发表的指责北京挑衅的书面声明，受到东南亚多个国家的欢迎。他重申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Now we stand by and fully honor our MDT commitments.And we have taken steps in recent months to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日本担心美日安保成为空头支票，而美国担心呢，日本在钓鱼台问题上把美日安保当作空白支票使用。但是在公开的场合，坎贝尔还是不得不重申，美日安保适用于钓鱼台。中天新闻张国华、钟义婷，华盛顿报道。好了，大家看看这些了，我们就很清楚了。日本拥有钓鱼台的管辖权，它的主权是随的美国模糊，像台湾一样，现在流亡政府有管辖权。但是他的主权也模糊，为什么？因为他的主权就是日本天皇所有。因为时间过得很快了，我们原来要安排每一周都有人来这边报告。事实上可能比较不可能，但是我想要报告的同事也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了，给大家认识一下了。高沙族的苏慧美同心我们跟他很。时间上剩下现在剩下五分钟不好意思以后有机会再请你来了哈。那么宜华东州的黄信明同心谢谢你谢谢你台北州的陈荣慈先同心再来新竹州的徐兆明同心台中州的徐文秀同心还有一个陈秀仪同心台中州的谢谢谢谢那高雄州的刘坤兰同心
啊，谢谢谢谢哈，因为很抱歉哈，因为时间上啊控制的不好，现在还有四分钟啊。原来我们也是打算安排国外回来的啊同心要来报告，所以时间上的啊一些因素啦啊，说抱歉哈，有以后有机会。那现在啊，我要麻烦把平潭岛那个图片呐、啊、给大家看看，因为我们讲出来的都要有凭证啊啊，平潭岛的那个图片呐、啊。啊，是在应当是在哦，出来了，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什么？湖州新闻报道啊，湖州新闻报道的这个叫做什么？平潭岛跟新竹纬度啊，差不多了，也差一点了，但是很近了。所以如果流亡政府的难民不愿意留在台湾，那么美国跟中国都安排好了到这个地方去，所以一定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如果你要留在台湾，也一定要来办啊，金片台湾政府身份证，一定要来办金片台湾政府身份证。以后这个就是你取得居留权啊，要回去了一定要要求啊，拜托各位，有没有大家这个心念介绍新的朋友来上课？感谢各位。还有一个就是介绍你的亲朋赶快来办什么身份证，一定要麻烦大家，因为有大家的参与，我们成功更啊接近啊。今天啊，我们报告就到这个地方啊，感谢大家。各位校员，各位校员，请起立。